溜溜的黑眼中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。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。既然市场上有这么多个同类产品，那么我为什么不选一个老牌企业，或者说是口碑好、销售业绩好的产品，而非要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潮威呢？哦，那是因为你不用跟我背资料，你的资料我都看过了。我是要一个从心里能够说服我的答案。三天以后来见我，我看你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答案，好不好？好，三天后我一定来。哎，小陈儿，哎，你老婆厉害吗？啊，你不是要给你老婆买个空调吗？如果你这空调要是买不上的话，回家以后，你老婆怎么惩罚你啊？嘿，我老婆挺厉害的，而且她治我的招也挺多。不过我不怕她收拾我，我就怕她失望。如果她知道我忙活仪器，又什么都没做成的话。哎，主任，您先回去吧，咱们三天后见。主任再见啊。来来。哎呀，他愿意见你啊，我就觉得这事儿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如果你能再跟他聊得让他愿意留下一台机器试用，那这事儿就八九不离十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我还是猜不透他的脾气。你得拿出你谈恋爱那劲儿来。李招娣一个冰山美人都让你拿下来了，你还怕他一味红灯啊？被你说的好像我很擅长死缠烂打是吧？那你最擅长的可不就是死缠烂打？那今天都追到人苏娜家里去了，我也是佩服。想什么呢？你不会还怀疑吧？今天人家出生证都拿出来给我看了，上面清清楚楚写了他前夫的名字，这下我就不用瞎猜喽。哼，怎么了？知道真相了，有点失落了？哎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悲剧。嗨，至少他也有孩子了，那孩子就是希望。哎，你和你们家李招娣怎么还没动静？到底还生不生了？哎，顺其自然。大哥，这事儿你得事在人为。哎，你看我们家，那孩子还没出来，就感觉家里多了一口人似的。葛星，哎，一怀上孕，呦呦呦，这又踹我了这儿。我就觉得什么都不是事儿了，只要这孩子能顺利出生，听他亲口叫一声爸爸，值了，让我干什么都愿意。陶建设，你也有今天啊！来，说了你也不懂，告诉你，这是千金难买爷乐意。孩
还不睡呀？啊，你先睡吧，我再研究一会儿。都十点半了还不睡呀？不睡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我忘擦。别动！这哪儿弄的呀？这是。这是我今天在医院，然后有一个小朋友，他过来跟我玩，就给我盖了一个。确定不是跟哪个小护士打情骂俏？怎么可能啊？不是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。好。嗯，快去睡吧，带你研究一下这个。我陪你。这是怎么弄啊？这个东西啊！欢迎光临，喜欢哪件可以试一下。哟，这照片上都是你吧？哦，对，是我。那你就是这里的老板了？哦，不是，我妹妹是老板。哎呦，你是她姐姐呀？嗯。这姐姐怎么看着比妹妹年轻多了呀？您看看这一件，喜欢吗？我觉得特别符合您的气质，要不要试一下？你身上这件就不错，有我的码吗？我身上啊，有倒是有，但是我这件……你眼光太好了，这个是我们今年巴黎早秋流行款，特别时髦。有你的码，你等一下啊！哎，等等，这裙子有我的码吗？有的，有的，我一起给你拿出来啊！哎，等等，这鞋子有我的码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嗯，这个鞋子是我自己的。哦，那就算了。放心，一会儿给你配一双很好看的鞋啊。好。说实话，这台机器在价格上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，但是它的优点呢，很明显有两个。第一，就是它的手柄啊是经过特殊设计的，严密性极强，在进行高温高压消毒的情况下，绝对不会让水或者水蒸气进入到内腔，也就不会破坏它的换能器。主任，您一定知道，解压机最容易坏的就是换能器。咱们医院的门诊量大，如果可以降低器械的损耗率，那我们的成本也可以大大的降低。接着说，那第二呢，就是它使用起来相当的便捷，清洗和消毒可以平均缩短3分钟。您别小看这3分钟啊，您一个上午可以看12口牙。那12个3分钟就是36分钟，多了这36分钟，您起码还可以再多看2口。而且我知道咱们科室啊是经济独立核算的，哎，对，我还特意啊为您做了一份预算方案。那用了我们这款机器，半年就能回本。你这个门诊量是怎么统计出来的？我不是在科室门口蹲了一段时间吗？没事，我就数数人数，做做统计。看你这毛毛躁躁的，没想到你真是个有心人呢。主任，那要不您就留一台试试？小陈啊，我是真想帮你这个忙啊。昨天我跟院领导汇报了一下，今天院里经费比较紧张，你这事儿恐怕要往后放一放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实在是抱歉，你老婆吹空调的事儿，恐怕我还真帮不上忙了。那主任，您能再争取一下吗？抱歉，我该上班了。太好看了，真的好看死了！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颜色啊，衬得你的皮肤又白又嫩。简直年轻了10岁，对，看上去倒是真的挺精神的，就是会不会太紧了呀？没有啊，啊，不紧，很修身。你看我这个肚子，还有这个胸，
会不会太紧啊？这套衣服把你的优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的，显得看起来前凸后翘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是，是吗？而且价钱呢也合适，这上衣2800，裙子1800。哟，这数字挺吉利的。好，我要了。哎，姐，你等一下。哎，这款。 也是我们的主打款，你看，好看吧？好看吧？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我试试，来给我。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嗯。哎，干嘛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那2000加起来也不到500块钱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宰人呢？哎。 我踩的就是他，你没看我报价的时候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他这种人，必须都给我往高了报啊！他这种阔太太，花着老公的钱，都会摆到天上去，不宰他宰谁啊？再去瞅瞅有没有合适他的，快点，快快快！ 一会儿你们俩把机器全部消毒啊！好，辛苦了啊！行行，哎，魏主任，我们这个机器的售后是绝对有保证的。刚睡懵了，我梦里我还在跟你推销呢。哎，您下班了？下班了。主任，主任。 您再来看一眼吧，咱们那个机器不光出水不是蒸吗？怎么回事？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这能看一眼吧？来，启动。你看这个，我们俩那个，它就出水，就不震动，能？你快去那厂上打个电话。啊，我这边去。来来来，启动一下，启动一下。主任，小安。 行，厂商没人接电话，这个点估计都下班了，只能明天再打了。明天哪来得及呀？明天预约了多少？明天是周末，可全约满了。那主任，要么我挨个通知一下。那不行啊，那后面的预约怎么办？就全乱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再想想办法。那个，哎呀，你就比着跟着添乱了。不是，我看我能不能修好。你修？原件坏了，我没办法。但如果是电路啊什么的。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修好这台机器，或者干脆宣布它报废，这样你就可以趁机把你那台机器留下。可你没这么做，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？我爸爸以前是工程师，退休以后呢，在商社里面摆摊修手表。我修东西的手艺啊，都是跟他学的。从小他就跟我说，一台机器就像一个人一样，您舍一舍，你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得了病。 或者什么器官坏了，就立马宣布它死亡吧。能救肯定要救的，那只要一台机器能修，我是一定不会放弃它的。虽然买不来空调，回去肯定会被我老婆笑话。那笑就笑吧，大家挣钱都不容易，但昧着良心的事儿，我是肯定不会干的。好，好。 小陈，这样，今天你先把你那台机器留下，明天我再跟院领导商量商量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魏主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了，太谢谢你了，魏主任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空调又着了。好，好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只要您那边款一到位，我们马上发货呀。当然喽。哎，好的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好，啊，再见。可以呀，陈爷，干得漂亮。谢曾哥，来来来，来呀。各位伙伴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。经过长达两个月的拉锯战，市里三院这座冰山终于被陈爷拿下了。陈爷呀，披荆斩棘，冲出一条血路，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、大有可为的局面。让我们为陈爷，为我们朝为人加加油，鼓鼓劲儿。陈爷，陈爷，威风八方。陈爷，陈爷，威风八方。朝威，朝威，勇争最强。朝威，朝威。勇争最强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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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来了，哎，你妹妹说又来了几套新的秋装，让我来拿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您等一下啊，放这边来吧。你挑一下，看看喜欢哪个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啊，给我包起来吧。这些您都要了？对啊，你不是说好看吗？我相信你的眼光。来，哎呦，买单吧。吴太太，您慢走啊！好，好，再见啊！要常来哦。来的，来的，来的。再见，吴太。哟，兰弟回来了。哎，来拿衣服啊？对呀，拿这么多呢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哦哟，太好了！下次新货到，我还是第一时间通知你啊。好的，你留着。好的，好的，祝你们生意兴隆啊！再见，再见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姐，你可以呀。哎。这几套怎么没拿啊？这几件一件都没拿。对，我觉得不太适合他，我就给他推荐了其他的几款。那您那先卖他多少钱？你标多少就是多少啊。我交代的很清楚吧？啊，人来，衣服给他，说两句好话，钞票到手，这事有这么难吗？你不知道，吴太太其实挺不容易的，她老公成天到晚不回家，所以吴太太来咱们这儿选漂亮的衣服，为了打扮得好看一点，给她老公看，就挺可怜的。哼，李招娣，你同情心泛滥是吧？你以为吴太打扮好看了，她老公就会看她吗？太天真了。可是这么坑人，我心里不踏实啊。哼，好，你现在踏实了，我现在心在滴血。你知道我少赚多少钱吗？李来弟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啊，钱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是吗？你做生意，爸也做生意，你见过爸赚黑心钱吗？咱们从小到大，用的每一分钱，不都是爸辛辛苦苦用劳动赚来的吗？哪一张钞票不是干干净净的？你呢？拿这些便宜衣服以次充好，说好听点是压榨，说难听了。你这就是坑蒙拐骗，你知不知道？现在的你让我很失望。我让你失望？
你凭什么说我不是用劳动在赚钱啊？你跟我去上过货吗？你知道上货有多辛苦吗？你现在就整天穿着漂亮的衣服在我店里面走来走去的，你风吹不着雨打不着。对，我是没你善良，可我也不是只会黑心宰客户吧。好，我赚黑心钱，你的工资是我发的，那你赚的什么钱？你吼我，你凭什么吼我啊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吼你，我也不应该挡着你的财路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不会来上班了。想一下嘛，我答应夏天给你买个空调，你就展开一下你的想象力，这样也算我没食言嘛。不够，你这次拿了多少佣金呀？五千。哼，工资加佣金，一共5600。你太厉害了，老公。哎呀！算是知道什么叫见钱眼开了啊！老公，你说钱到底是个好东西还是一个坏东西呢？你是不是傻？当然是好东西啦。但是我今天因为钱跟莱蒂吵架了，而且还把工作辞了。哦，真的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赚钱的法子我来不了。那他没生气吧？应该会生气吧。我想着明天我再给他打个电话，好好的哄哄他。但是呢，小巴黎我不会去了，所以在我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，你会养我吧？废话，我当然得养你了。不，你再给我定一个新的目标。我之前我就是一心想着给你买空调，所以挣了这笔钱。你再给我定一个贵点的目标，这样我动力会大一点。我都想好了。我想着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，咱买个电脑怎么样？买电脑干嘛？因为莱蒂想买一个电脑啊，我也想买一个。那他买，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？你帮买，你给不给我买？好，没问题，买。办公室好。盖着盖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呦，小陈啊，嗯。还满意吗？嘿，我在您这科室待半年啊，我这牙都可以去拍牙膏广告了。小陈啊，这美国呀有句俗语，好的牙齿啊是职场的敲门砖呀。你推销的这产品啊和牙齿有关系，一口漂亮的牙齿，对你以后的事业会助一臂之力。借您吉言，我这半年啊。能有这样的成绩啊，还多亏您帮忙。小陈啊，我最近啊老在想一个事情，你得帮我解答一下。哟，那您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我当医生呢已经20多年了，见到的医药代表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啊，粘人的、话痨的多了去了。哎，你说奇怪得很啊，我怎么就记住你一个人呢？
在我回答您之前啊，我能先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您一定知道吧？小乌龟明明知道跑不过小兔子，他为什么还是要跟他比？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。你说，小乌龟啊，他一定有一大家子的人，爸爸妈妈、老婆孩子、岳父岳母、兄弟姐妹什么的，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他，都希望他能跑出一个好成绩来。哎，其实跑出什么成绩都无所谓，但是他们可以跟人家说啊，咱们家小乌龟出息了，都敢去和兔子比赛了。哼，好像和一个强者在同一个跑道上，自己就是强者一样。那这个小乌龟他自己就一点动力都没有吗？有啊，他当然不服气了。凭什么别的猫三狗四就可以做大事发大财，他小乌龟就不行呢？不蒸馒头我争口气，我就要跟小兔子比。哎，我比不过，我跟小青蛙比，实在不行还有小蜗牛、小蚂蚁，我就不信我陈也永远是那个垫底的。主任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啊？没想到啊，你年纪轻轻的还挺沧桑的。嗯，是主任，我不太会说话，你别看我平时挺能说的，开开玩笑什么都行，但一说正事吧，我就打磕巴。但我不知道您懂不懂。懂，知己过完年我非得跟您多喝两杯不可。好，不过我还得回次公司，我就不打扰您工作了。主任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哎，小陈啊，嗯，你说这小乌龟他自己感觉到幸福吗？我觉得他幸福。好，明天见。蒙着眼睛摸索了太久，一次真实的感触就是一道希望的光线。一顿美餐，一台家电，一次旅行，定下小的目标，许下小的心愿，把希望化成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安慰人生路上疲惫的行者。师傅，去新港南路的紫飞鱼茶楼。哎呀，等久了吧？哎呀，外面路太滑，坐山还不如走路呢。不是，外面下雪了，路滑。我都还没发现，那先坐，喝点水暖和暖和。好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嗯？我还真有事要麻烦你。没事，你说。这个，我业绩不太好，这个绩效考核不过关的话，我就会被清掉。现在又到年关了，大家都各忙各的，我这保险也卖不动，我还差最后一份合同。你说孩子小吧，到处都要用钱，这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我也知道我不能去麻烦别人，特别是你，但是我也真的没办法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就是让我帮你买份保险是吧？没问题，我要了。没问题。太感谢你了。哎，客气什么？腾个地儿啊！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啊！陈野，你别吓我啊！啊！陈野，
行了，我怎么了？啊！如果你刚才回来，看到这一幕是真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你骗我呢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再敢搞这种恶作剧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见一次打一次。来来来，这种恶作剧，见一次打一次。我问你啊，你吓死我了你！我说真的，如果哪一天你回到家，突然就看到我就躺在地上一摸，断气儿了，你会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联系火葬场啊！啊，你这么狠啊！行，联系火葬场，把我哎烧了一缕黑烟烧完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抓紧时间考虑一下改嫁的问题。别闹！谁跟你闹了？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？大过年的讲这些晦不晦气啊？这不是晦不晦气啊，这人生无常嘛，有时候真的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的，对吧？没完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是这样，那个，哎，老婆，我啊想买一份意外保险，受益人写你。意外保险？好端端的买保险干什么？就是因为好端端才要买保险啊！我今天想到我弟弟了，他也是好端端的，你看说没就没了。人嘛，今天要为明天考虑，活着要为死了考虑。你说我要是突然哪一天没了，我什么都不留给你的话，我会死不瞑目的。老公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？你是不是查出得什么绝症了？你想哪儿去了？那你为什么说那么多奇怪的话？走，咱们去医院。干嘛？你检查一下身体，不然的话我不放心。哎呦，我没事儿啊。那你为什么要说买保险？我呢，就是今天啊碰到了一个卖保险的，他把我给说心动了，所以我就想买一份嘛，跟你商量一下。心动了？卖保险的是个女的？啊，是个女的。多少钱？六千。这么贵？他十年以后，他可以返还128%，其实就跟存定期差不多。我说怎么好端端的说要买保险，合着你是鬼迷心窍了，因为卖保险的是个女的，是不是？他鼓动的你？你想多了，我真是好心。好心？你在别人那是好心，在我这儿，你这就是不安好心，想用我攒着买电脑的钱买保险，你想都别想。嗯，真不考虑一下？啊，行，不买，不买，我去包带鱼。这不能出啥事儿吧？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。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坐下。你呀，你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瞻前顾后，缺乏果断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。陈爷已经在三月获得了信任，我们现在要趁热打铁，一击制胜。可是那批药，你放心，口腔麻醉剂能出多大事儿啊？哎，就像这些临床案例里面，出过什么事儿啊？小桃，啊，你打退堂鼓了吧？表哥，我是铁了心的想赚这份钱，没什么可犹豫的。哎，但是，我和陈爷也是十几年的兄弟，我就怕拖累他。好好好，退一万步，就算出事儿，他陈爷一个销售员能知道多少？能负什么责呀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在这个链条里边，陈野是关键的一环，你得稳住他。孙哥，陈野来了，你们在谈事儿呢，那我一会儿再来。哎，正好我们俩说到你，来吧，来吧。我正好要问你，三月那边那个利多卡因上临床了吗？哦，明后天就上，反馈报告得年后再出了。时刻跟进，随时汇报。
孙哥，我这次来啊，正好有点事儿，想麻烦你。哎呦，都是自己人，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你说，能不能跟公司商量一下，可不可以提前把我这次三院利多卡因的佣金预支给我？怎么？哎，如果您不放心，我可以提前把明年的劳动合同给签了。我当然信任你了。我是要给公司一个说法嘛，这样也好。回头啊，我让他们把你明年的劳务合同准备出来，我们要把你这个人才牢牢地抓在手里啊。刚给你发完年终奖吗？又发完了？有点事儿得用钱。哎，小唐，年关到了嘛，花钱如流水，我能理解。哎，这样，小唐，你带他到财务去填一下那个支出申请，我给你盖章。谢谢孙哥，没事儿。走，先去。好，你们去吧。哎，你老婆不刚买了空调吗？这又要置办什么大件儿？还真是啊。我说陈毅，你这是娶个老婆吗？这整个一散财童子啊！兄弟啊，知道你为什么签单不多吗？就是因为你们家葛青啊，太会攒钱了。记住，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败家娘们儿，葛青什么时候把你们家花个底儿掉，你挣钱的时候就到了。这是兄弟的经验之谈，慢慢体会吧。走开，走开！哎呀哎呀，你甩脸给谁看呢？让您跟我们一起去海南过年，您又不去，现在这一肚子牢骚发给谁听啊？我不去，海南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就是吃点海鲜啊，完了再喝点椰子水，穿个大裤衩晒晒太阳，没意思没意思。你不懂，现在有钱人都去海南过年，要的就是享受阳光。什么享受阳光？冬天就得有冬天的样子，哪像你们，今天38度，明天-8度，日子啊全让你们给飞乱了。别生气嘛，真是的，我回来陪你过除夕好不好？你要是除夕不在佛家过，那还得数落你一年呢。行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还是安心在家做我的孤家寡人吧。能不能别把自己说的那么凄凉啊？你别理他，撒娇呢。笑他了，怎么说话呢？来弟，来弟，哎，来出来搭把手。爸，来了。哎，你别管我，别管我，管贾哥。哎呦，让贾哥帮你拿。贾哥，没事，正好过来给你们拜个年。还有呢，爸，李老先生，给您拜个早年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大吉大利。我祝你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呢。谢谢，李小姐，春节快乐。你也快乐。啊，李老板，你是不是也跟刘强他们一块儿去那个海南啊？我不去海南，我要回美国了。我母亲身体不大好，我会留下来多陪她住一段时间。啊，公司面临转型，我会在美国考察一段时间，将来工作重心会以海外为主，之后可能就不常回来了。那你国内公司怎么办？公司就交给刘强他们打理就好了。哦，也好也好。什么时候动身啊？下午的飞机。那么快啊？是啊，所以这次来也是向你们大家道个别，下次见面不知道会相隔多久了。认识你们一家人是我的幸运，我会记住你们的。杨老板，这以前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啊，有一句戏文唱道：“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。”这人和人之间，除了至亲至爱，其他人都是萍水相逢，过后呢，各奔东西了，所以都要记住，也挺累的。有时候忘记啊，也不是一件坏事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会努力忘记。小哥，公司来电话催咱们了，该走了。好。爸。啊？那什么，我走了。您呢，好好在家过年。那个有事给我们打电话。我跟你说啊。啊。来弟忙活国民，让他少吃一点啊。啊。还有，别让他胡吃海喝的啊。行了，放心吧您。啊。你也少喝点酒。知道了。贾哥，我一会儿去机场送你。好。
姐，你跟我一起吧。他家里有事，哪有空啊？没关系，就在这里道别吧，李老先生，李小姐，我们有缘再见。再见。爸，那我走了，你快点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求我告诉你，你肯定想知道有关蒋方舟的。我不求你，我不想知道。哎呀，你快点求求我，真的，你肯定想知道。我求求你别告诉我，烦不烦啊你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蒋方舟跟我没有关系啊，我也不想知道他的事儿。蒋方舟新交了个女朋友，不到一个月就谈婚论嫁了。他这次回美国就是去办婚礼的。你看，你想知道吧？嗯，跟谁？谁啊？一个香港的小明星。啊，他品味太差了。哎呦，嫉妒了。哎，说什么呢你？我嫉妒他干嘛呀？不过现在呢，你要是跑去跟蒋方舟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结婚了。我估计，就算这个婚礼进行到一半，他都会从教堂里面跑出来，甩掉新娘子，然后跟你双宿双飞，浪迹天涯。我有病啊我！我是不是闲的呀我？你还说我看言情小说看多了，我看你是中毒太深，怎么变成这种荒唐的桥段？哎呦，某些人从小就幻想自己是浪漫爱情故事的女主角，可是现在呢，天天围着柴米油盐转。这个才比较荒唐吧。哎，我爸，你吃不吃开心果呀？不吃，我用不着开心。哎呀，你吃嘛吃嘛，吃了就开心啦！快点，拿了。转身后才想说的